天要来听咒术无遐尔简单，可以过五关三六将。所以这关呢，就是演技的考验。是。演技考验对你来讲应该是小夸代志吼，但是内底哪来的晓啊？内底题目到底为什么我嘛唔知呀？因为我即马才摕到这个签单，我真正唔知道，我就抓，我第一波牛面大将就抓，我真正唔知呀。一个宾馆吼，两个人的色，一种青，一种黄的。一个人抽一支青，一支黄的。内底有写着讲，你爱用什么人，伫个所在用什么款的物件，和其他人要，要就代表你演技真好。哦，你是演的温柔的嘛？对。当然当然，你抽一支黄的，一支青。哎，甲国里三卖有看到，咱大家有看到啊？我没偷看啦。拍开拍开。我要金宝娘的，甲咱偷讲。什么没啦？等下阿伟啦。这样，他娘的，我你听，这个人，这有点难度哎，就简单的啦，好大家看麦，啊，还有清楚了哈，好阿伯，好来，预备，三位请转身，嗨，来，注意哦，以前麦别表示是一个人，在什么物件顶管做什么款的动作，预备，去。哎，董恰恰，你刚刚做明星的哈？哦，金门王，金门王，哎哎，伊个金鸡独立，也都为金鸡独立啊，走那个过那个平衡，独木桥，什么呀？独木桥，唔对唔对，有鸡连回鸡哦，什么啦？千手观音，啊哈哈，千手观音，答案是。在独木桥上面表演千手观音，狼，金门王啊，对，李炳辉在独木桥表演千手观音，耶，高高，好厉害哦！其实独木桥是不对的，以下平衡木了，平衡木，但是一样的可以。请问平衡木是不是独木桥？是，差不多吧。那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啊！对不起，谢谢。来，请换人配合。好，往下，华丽，哇，这个加油！只等我两轮的时间。好，行。哎，我过，卖个偷看。哦，来，给观众朋友看，到底是什么？我看卖。这个有困难啊！这是刚才演的。对啊。这是要做的动作，看清楚了哈。来，我你抽一支签，看什么人？你家己笑到这么欢喜，这样你要表演呐？哎，有一个特殊动作。我知啊，我都叮当。你安尼讲，你讲，我都会特殊部位。你尽量，来，三位请转身。我尽量好。好，请转身吗？啊，请转身，请转身。好。你他头发很高哦，飞哥，没事哦。哦，张飞。干嘛？你有在厉害哦？哎，比的人不能讲话。看，在哪里？在电梯。手扶梯，手扶梯，下楼梯，下楼梯，飞哥下楼梯，然后骨刺发作，飞哥下楼梯，收伞，射箭，骂没有啦，卖个派啦，飞哥下楼梯，丢雨伞，撑杆跳，但是地方不太对，嘿，地方跳远。不是地方啊，飞哥在哪里？地下室，接近了。飞哥在地下停车场，接近掉。飞哥在哪？哎，答对了。哇，苗可丽小姐，请就位。困难呢，可丽，我也要演哦。开玩笑，你是先领团长呢，车长始祖。我影后呢？对啊，你要上台表演啊。苗可丽变宝，艾宝。就是人呢，来，三位请转身。哎，哦，这恐怖的呢，讲了。哎，有这么好笑吗？哎呦，好想知道。人物已经知道了。来，换两个来。哦，来，在做什么？电视上出来跟我讲。哎，这未歹演呢。我啊，这是个未歹演呐。
一定是母牛在牵环我。你今天选鸡排了。来，三位请转身。好。预备备，请开始。人物先，人物。听到啊。别再恭维。陈为民，陈为民。金门王啊。这个。三点。李前总统。你得位啊，李前总统，手扶梯，手扶梯，爬楼梯，手扶梯，手扶梯，李前总统在手扶梯，手扶梯干嘛？挖香港脚，抠脚趾。李前总统在手扶梯上挖香港脚，抠香港脚，香港脚突然扬起来，拿到了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姐姐。何丽姐，这是我看过你表演最好的一次。我今年应该要入围的，又要再拿奖了。我干嘛这条是上过简单？这条上过简单？学校送请就位。哦，这对我来讲太简单了。真的。三位女生请转身，我来。到底是谁？看卖的来。对于来讲，没什么困难的。下啦，就干你！来，怎样哦？来，嗯哎，喝呗。这啊，不要，这个应该嘛不了好演啦吼。因为这个动作他应该真清楚。哪位呢？这里做梦呢，不是？预备，三位女生请转身。预备备，请开始。两个字，许纯美。啊，不是那个像啊。那个惠慈，惠慈。在哪里？惠慈。花园。鼠莲花。惠慈。神秘回。收灾了，收灾。他在找地方，厕所。洗衣的。洗衣。公共厕所。哦，公共厕所对。然后嘞，惠慈在公共厕所。然后嘞，上大号。然后嘞，上大号。拉肚子没卫生纸。这都要用联想哎。在这里。哎，哪里？你以为你可以幸免吗？哎呀，那都变鬼，你变脸吗？就是。你点爱演的好不好？是讲我蛮唔难得到啥物件，拜托诶！啊？我做恶鬼啊！好丢哈！等一下，帅哥，你为什么可以在那边看？他先换他了。你蛮生气的。你，鬼丢拢恶鬼。嘿。啊！你看有啦，看有啦。来，迄条好啊。伫倒位呢？这个困难了。OK， 好，很多朋友拢了解哈。来，表演者请就位，猜题者请就位。好。阿碧啊，许纯美啊，哎，许纯美。我写好的。写好。穿马靴喝咖啡。丢！许纯美跳弹簧床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！在哪里？在哪里跳弹簧床？在头堂床上，耍剑，那叫什么？西洋剑。请给我完整的答案。许纯美在床上弹簧床上是西洋剑。答对了。所以我哪当可以证照啊？哈，不会的。哈，怎么样得要铁证照啊？不是都只讲好啊？你那袂唱啊？不是歌袂歌袂处理的嘛？对啊，你拄啊迄个咩嘿，唱个嘿。我有勇敢讲来唱的啊！听袂出来，对不？对啊。